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，在这个大背景下，创世纪集团精心研发了一系列机型，为全球用户提供汽车零部件加工解决方案。针对铝轮毂领域，我们采用了车床加立式加工中心的组合，来解决新能源汽车一体化压铸件的深加工难题。 WV70 立式车床最大车厢直径为700毫米，总体布局为坐落式，基础大件均采用高强度的铸铁材料铸造而成，全新优化设计的底座部分震动小，成就了 WV70 的高刚性。采用发那科数控系统，搭配立式6工位刀塔，更加稳定的结构，拥有高速稳定的换刀速度，保证了加工效率。高效的 WV70 可以搭配 870W 或者是 1165S 立式加工中心，用于锻造铸造法工艺、半固态磨锻工艺的26寸内新能源汽车轮毂加工，实现一整套的加工解决方案。关注我，获取更多加工解决方案。